Hello， 我是阿伯刘，真的非常高兴这次呢能够有机会来到东京，而且刚好赶上我们这个东京 Auto Show 两年一次的 Auto Show， 在我们这个台场的这个 Tokyo Big Side， 这是我们票，走，带大家。